这是自然的错误，护甲保证合用。 对于如果是奴隶战的话，我就要考虑出星舰。带个328的战士，我想想，但看起来更像是豪战。豪战的话，我就不应该出星舰。 现在呢？我不惧死亡。背上三个。不留活口。 我操他！招红龙。嗯。我要逼他一个乱斗。
因为我这样疲劳肯定打不过他了，现在。时光不等人。我想想。肯定是要乱的，留无废。我靠，还追活着，那怎么打呀？但七招下来随便出牌，我没牌。这样的话我要赶紧过牌。启动。然后斩杀，没有啊，我斩，我能挺得住，他没斩杀，我靠，他打错了。白标的，你好。赌他没有乱斗好，时光不等人，是谁胆敢进入这片古老的土地？你拿到神器了吗？帮一下他斩杀，这个要什么？我带来生命和希望。我疲劳两点，下回疲劳三点六，就十一血。你老司机，老司机。时光不等人。
反正他要不交盾猛，要不交斩杀。这样的话应该交斩。哦，交重一些。欢迎来到银白联赛，勇士。玩得不错。好，这个是。好，这个方巾厉害。执行程式，将发挥。我会为你的死亡。玩得不错。嗯。我会为你的死亡。待会是五点钟。红蓝，他要偷两张才有可能打十二点。我靠，他红狗。六点，如果没有抽盾，他就输了。出这个的话，如果他斗殴的话，留一个。我想想，要学翻了。